这个故事实在是真稀奇。咱来讲这个大溪，迄个喜来登，迄个风水游泳池，伊讲哦，伊迄个水有25000年的正史，哇，实在有够稀奇。对啊，甲跳落去，讲直接哦，会当穿越到民国去。啊，你敢知影民国伫倒位？这都爱为五代十国来讲起。这个五代十国吼，咱有好梁、好唐、好秦、好汉、甲好周，直接乱甲用未死。嘿，啊，五代十国就是讲，啊，这个民国就是东条的串机，所以哦，伊伫这个福建的迄个所在，大概是维持37年。啊，伊讲话哦是甲咱讲台语同款的语气，所以这个国家细细啊。也唔过散屁屁，国库嘛真空虚，人若话要烧钱，伊就是惊甲用要死。这个歹皇后又搁想要夺国主的宗基，嘿，你要夺人的宗基哦，你这个真正唔是咪？也唔过你内底有歹皇后要专干神，你民国到底会当维持几年？恩皇，在，今嘛你就随我去万寿宫看三皇子。害你陈伯母后，母后，害你娶三皇子来给你请安。三伯皇妈，免礼。这位是我的三皇孙哦，进来，紧过来皇妈家，皇妈看一下。皇帝，这位就是你的皇妈，就想你啊，快点过去。好。国主，请坐。谢母后，我的皇孙拢已经这么大汉啦。哎呦，皇孙，哇，真可怜！你的母后真早就来过身，啊，给你一个咧玉蟾寺咧啊生活，一定足辛苦的，是无？皇妈，我伫玉蟾寺，老师傅甲师兄拢对我足好诶，我无食苦啦。哎呦！你看，我这个皇孙哦，这么乖，在外口吃苦，伊嘛唔敢讲出来。皇孙，从即马开始，你就住在宫中，好好过生活，安尼知影无？顺你知影，多谢皇妈。皇后你有到。亲戚，参见太后、国主，不必多礼，请坐。皇后，你是安怎会来万寿宫呢？我都听讲三皇子回宫啊，所以我就特别要来看卖嘞。这位，敢就是三皇子？是啦，这位就是三皇子。伊就是皇后，以后。也叫母后，知无？参见母后，你真乖。来，这是母后要给你的见面礼，多谢母后。皇后，你嘛真有心，还阁准备这么贵重的玉佩送我的皇孙。真好，太后。虽然三皇子不是我亲生，啊，唔讲宫中每一个皇子，我拢嘛会当作是我家己亲生同款，安尼对待啊。皇后，你会当安尼想，真好。那无，我的皇孙一个一个过身，叫哀家，这个心哪会袂担心嘞？对啦，国主，太子的心。你到底有查出来无？回母后，太医讲，太子是气急攻心而死。太医即马倒去厝诶，故弄幻想。林将军去诶厝找伊，啊，毋过无发现太医伫诶厝诶，害你认为讲这件代志无遮尔啊单纯，一定要好好调查。这样代志，你千万毋通搁拖，一定要查清楚。是，害你遵命。啊。三皇子，
才拄转来尔，咱都卖阁讲遮无好诶代志啊啦。皇子即马才拄转来尔，有八年诶时间，无安尼甲国主好好啊做伙啊。咱都带皇子出去郊外安尼行行诶，犹阁有啦。国主已经足久无去拍啦，嘛会当安尼出去安尼游耍一下。啊，毋过皇儿才拄回宫，即马就要出门，安尼敢好？有啥物无好诶啦？皇子回来了后，伫宫中诶时间会真侪，犹阁有国主，你最近为着太子诶代志，遮尔啊操烦，会当安尼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安休困一下，安尼敢毋是两全其美诶代志咧？啊，帕拉甲佚佗，我当然嘛想要去。这，皇孙，你赶紧来，我妈辛苦你。国主，你着好啊吼，带我诶皇孙哦。啊，出去佚佗一下，但是你爱记哦，你若出去的时阵，一定爱背心打扮，才袂引来耳目。是，海里遵命。什么？你讲红袖妞妞，啊，你去通知山上去掠三点啊？这是太假呢！你可袂用较细声的，这让人听到，想抬头呢。那呢？你即摆要安怎哈？我哪会知要安怎？我就是想无办法，唔再来找恁。三顶后绝对袂用死啦。对啊，三顶后绝对袂当死的。秀明啊，你唔是对未来世界来？你天上受只办法会较紧呐？哎，山贼的人较济，啊，咱干咱两个人尔，是要怎对付因呐？哎，但永远有讯号啊！啊，无办法啦！什么办法？今仔天气袂歹，洪兄啊！我刚才有听你的话，咱大家出来行行的，阮两个心情嘛皆真好。是啊，当军花足久无爱出来休耍啊，即届会当带风儿爱出来行行，也是件好代志啊。风儿，你有欢喜无？有啊，我就欢喜的。多啦，有哦。啊，你不是讲今仔日要出来拍啦？我甲你讲哦，你父王下棋的功夫是一流的哦，你若唔相信？你就请恁父王等下功夫给你看卖嘞。好啊，我想要看。遐有一只飞燕呢。安尼，咱就拍一只。好啊。起来，是。下掉啊！下掉啊！有哦，啊你足厉害啦！啊害你吼，想要去捡啦。好，迄飞燕哦，落去真远的所在，有哦，陪你去。好啊，阿姐。这种代志交予林总管去做就好啊，你何必家己去找嘞？不过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。有要紧无？无要紧啦，只是脚去打到石头就煞疼。国主，你着陪先请去边仔休困一下就好啊。好啦，林将军，你即马着陪三皇子去甲飞燕抓转来。是，等下咱行。我陪你去边仔休困。看到伫遮，安尼拢无看到啦。是啊，那搁想找找看嘛。好啊。
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创啥？你紧走，我都抓你免死。哈哈哈，免死！你拢已经受重伤啊，还讲讲这番话哦，那真的还闹乱？你是来抓电台的，大大耍菜？讲，你是什么人派你来的？你没关系，下派我来啊，你下去找死。 你是谁？你在创啥？我是相模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阮的千军万马马上就到位啊啦！林将军，少爷来到兴华，让林将军受伤，真是罪该万死，也毋过林将军，少爷带领的十万大军马上就到位啊！喂，我问恁的，恁要走还是唔走？ 连即马也是唔走，连明阮的千军万马也是到位，绝对予恁碎尸万段，死无葬身之地哦！哈哈哈！听你伫咧讲算笑，连咧凊彩讲讲的，我都会相信你哦。啊好啊，恁真正唔惊死呢？看来我若无出招，恁是袂惊哦。哼！嘿啥？你是啥？你唔知哦？ 这是上新的千里传音的乌鸭啊！我只要一叫，千军万马就已经到位。要走唔走？很笑的。啊好，唔惊死。嘿 ，Siri， 叫出千军万马。好的，你需要的千军万马来了。 参见三公主，林将军。哎，大秋啊，紧来啦，人已经走去啊，你赶紧出来啦。你拢走啦？嘿啊。哦哦。参见三公主，林将军。妹妹。小三公主。啊，你哪会知本王是这？啊对哦，啊，阮厝内变物件啦，啊看到恁哦，哎，你拄着危险，阮就撞出来啊。 你两个就甲有讲，电梯变故事哦，已经是。夏三公主，对啦，林将军，啊，你先搁安怎？林将军无代志。安尼，咱紧回去。是。林将军哦，甲三公主，咱叫这人久，敢会发生什么危险啊？国主。 你免烦恼啦，有林将军在嘞，你有啥物代志？哎，国主，皇兄，恁看，三皇子和林将军回来啊！国主，你先该死，无好好照顾三殿下。 我山顶还受惊，林将军，你是讲啥？我拢在拢听无。我甲林将军受伤啦，啊，山贼吼想要甲我掠，啊，好家在有四两位公公甲阮救啦。想袂到，恁在山顶竟然拄着遮尔危险的代志。那安尼，风儿，你安怎无？ 还无代志啦，多谢母后的关心。林将军，你一个人保护三公主，在山顶拄着这么多山贼，好佳哉，三公主无代志，阮拢袂怪你啦，已经平心。谢公主，恁两位叫什么名？是倒一个宫的公公啊？禀公主，奴才叫大秋。 是内部的公公，奉命出宫买物件，拄仔好经过。<笑>对啦，啊，我叫刘秀明啦，我跟伊同款的啦。<笑>哦、我拢真好奇，恁两位公公，谁人这么厉害，会当打败这么多山贼的？启禀公主，那是因为奴才吼，有一个足厉害的法宝啦。
法宝。是什么法宝啊？启禀国主，啊，即卖哦，才遮侪人着，啊，即个法宝比较较特别啦，敢会用诶？等到宫中诶时阵，我内底法宝摕互国主看。好，等到宫中，本王要好好看卖啊，你诶法宝是虾米物件？是，恁两位救驾有功，对明仔载开始，就对咧皇后身躯边，伺候皇后。谢主隆恩。妞妞妞妞，什么代志？我拄只看到国主雄雄公公走去淑妃娘娘遐。什么？国主，我去淑妃遐是做什么代志？你赶紧去看嘛嘞！是。恭喜恭喜，娘娘有喜啊！你讲什么？对，淑妃有喜啊？分不着。李欣即马就来准备娘娘要用的安胎药啊。淑妃，真好，你即马有本王的囡仔，对即马开始哦，你还好好照顾你家身体，知无？谢谢尊姬。啊，对了，我爱赶紧把这件代志。甲太后讲，太后若知影，一定会真欢喜。来啊，拜驾万寿宫。拜驾万寿宫。真正是要气死啊！公主，即摆搁得着一个凶囝，一定欢喜到要死啊！皇后娘娘切信哦，莫拍歹你的身体。拍歹身体，搁是安怎？即马有啥物人关心我的死活？这个施秀慧，早无心，慢无心，偏偏即马再来无心，无心，阁是安怎？生来生袂来，还看有这个本事无？这个历朝历代的故事，若讲到这个宫斗吼，这种斗法，这是啥物朝代拢总有。啊，这个皇后吼。就想要把这个国主给断后嗣，啊，所以连续安尼吼，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王子。啊，你这个皇后哪有够资格，通去做六宫之主？啊，若是讲哦，这个朝代哦，这个太监啊，啊，甲跩宫女一个比一个较颓，真甲颓甲真正袂晓讲的颓。啊，因吼，啊，就是讲，若是歹的，伊会去挖皇后。哎，那是好的，伊就去挖贵妃。啊，你这个国主都唔知影内心在狂话鬼。啊，请问咧，奸臣歹，皇后歹，国主你要安怎维持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我来找来遮。遮来一个人，你是誰啊？你是誰啊？为什么你来跟我生作一模一样？你到底叫什么名？我叫做老秀明啊。老秀明啊，我叫做老秀明，为什么你的名来跟我同款啊？哦，老秀明。我知影啦，啊，但是你，就是我来代替迄个人啦。啊，原来你就是这个时代迄个人哦。哎呀，咱两个哦，生作一模一样，无怪哦，大家人拢认袂出来啦。我是安怎来伫遮啊？我来去见着你呀。我嘛唔知影，我即摆伫个倒位，也毋过我即摆足惊的。我都想要倒转去的，你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咱是要甲我倒转来，我是要倒转来，你去甲我讲下无？我嘛唔知啊，你赶紧想办法啦，啊，我倒转去啦，我唔知啊，你紧甲我救下无？我想要倒转去，我嘛想要倒转去啊，我想要倒转去啦，
我们那个，我们那个，秋莹啊，我们那个秋莹啊，这是哪位啊？这是你的房间啊，你租的房哦。大秋，我头段哦做一个足奇怪的梦呢，我去梦到老秀明呢，阿姨在跟我讲，伊足想要跟我交换倒转来的，啊，不过阮两个拢无法度交换倒来呢。你是讲我是三秀明，伫咧你的世界啊？对啊，这真有可能哦，因为哦，这个梦足真的啦，阮两个哦，一直要交换，一直要交换。就是无法度交我倒转来啊！我看哦，你应该是你又说书，也又说梦啊！你想歹想啊济啦吼！紧起来，我传去实在哦，叫。哎，等下等下，啊，你不是跟我讲，咱逐天早起拢爱去甲国主请安，你即摆传去实在皇宫，啊，唔免去请安啦。哎，我看咱是想歹去好啊，你唔知哦。国主全面奋斗呢，伊身躯边的公公哦，全部拢搁伫咧公家庄，哎，即摆去就是倒袂停啊。你是讲国主奋斗这个代志哦？我早就知啊啦。你哪会知啊？长机关甲你讲的吼，哎，伊哪会对你遮好啊？啊，卖讲较济啊啦。啊，对啦，咱即摆哦，若无去甲国主请安，国主若知哦，一定甲咱哭声哦。讲到开花啦！不过吼，咱也是来甲请安，才阁拍算啦。你那讲嘛对呢。好啦，无我看吼，咱也尻川也安尼去讨皮听好啊啦。对啊对啊，来，快紧啊，我头穿衫啦。还穿穿鞋啊？我伫遐啦。哦。太平公主，老公公、小公公求见。传。参见国主，红袖妞妞。平心，谢国主。恁两个是去倒位？哪会到即马，才来甲国主请安？冰妞妞，奴才哦，甲老公公透早入去膳房，传只点心，要国主甲妞妞享用啦。好，体怪。是。大大高楼宅，你竟然这么无礼！来人啊，给追斩！啊！神教！神教！慢请！大大高楼宅，你讲你看到神鸟，你到底看到什么？紧讲！我的啊！我头拄啊，入来时阵看到红袖妞妞，我看到。看到啥？啊，我那呢，老仔就照实讲啊，我头拄啊无看到红袖妞妞，看到一只神鸟。哦，这只神鸟头戴金冠，啊，身躯哦拢金色的羽毛呢，而且哦。迄翅啊，挺起来，遮大，啊，搁有哦，伊迄身躯边哦，搁有拢迄五色的云彩，啊，所以哦，老仔从来唔捌看到，我唔则惊一个，啊，这地体无好势，所以甲妞妞烫着啦，请公主下罪啦。我红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老公公拄仔所看到，应该就是。红啊，上天保佑，咱民国的江山啊！是啊，国主。红红降世是咱民国的国运强梁，也是天下间百姓的福气。恭喜国主，民国福气透天！五红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老公公，在。刘秀。啊。本王
就封你为太监守。谢主良恩。这是你的官带，官大，官带啦，官带。因为你即卖是太钢秀啊，吼，穿的衫哦，爱讲无同款，这是国主哦赐予你的官带。哦，咁赶紧下注良温。哦，下注良温。那是啥？变唔对去啊！啊，你讲对啦，下注良温。太监秀的牌啊，够厉害啦！嗯，一个太监秀尔，闹啥啦？看你欢喜个呢。嗯，我的好兄弟做太监秀呢。嗯，行咯，都唔慌啊。你爱知影咧，伫个宫内吼，无十年嘛爱八年，才有法度到大伯父哦。就算你到大伯父哦，佫无一定做太监秀呢。我想一到哦，你只要着。做秀啊，这是连跳三级呢。我安尼算起来哦，你起码是四片的官位啊，够厉害啦！有位啊，嗯，好兄弟，你放心啦，后摆吼，这个兄弟会好好给你照顾的啦。多谢你啦。我来讲哦，你起码这块牌哦，就等于你会当自由进出宫内还是宫外。个门啊，哦，这块牌啊，真好用哦。哇，这块就用个自由安尼行来行去哦。哦，真好诶。参见老公公。阿六诶，你慢，你慢，你慢啦。多谢老公公。阿六诶啊，啊你今仔日来是有啥物代志啊？阮总管邀请老公公去大伯府坐一下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嗯，好啦，你回去哦，甲恁总管讲，我连伊就到位。是。老总管，哎，总管，你要请我去伊遐，啊，唔知要创啥吼？这你唔知吼，因为吼，你即马伫个国主，佮红河妞妞的身躯边哦是大红人，伊来找你去，当然是要甲你学西哦。你甲我学西啊？你好哦、喔，哎，大秋啊，安尼哦，你连咪陪我来，看伊哦，不要来甲我学西。你总算来啊！我等你足久的，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总管啊，你穿甲遮青草，啊，若国主知影，你就知死。哎，老公公啊，请你放心，即个菜哦，都是我用家己的西车请人做的啦，无当到公款哦，所以哦，绝对袂去用骂啦。哎，公公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多久啊？首先哦，我要敬老公公啦，恭喜老公公哦，连升三级，即马变是咱太监秀啊！啊，来这第二杯哦，是我哦。你个老公公背罪啦！告诉卡赞哦，我对你无礼貌的所在，请老公公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，好多多包涵。这杯我当。啊，那这第三杯哦。是我哦，要麻烦老公公啦。
请老公公以后哦多多照顾。哦，哎呦，我哪敢什么照顾啦？总管啊，啊你即卖的官职哦，一定这悬啊呢，你哪有什么通好照顾的啦？无咯，虽然讲哦，我的官职跟你的官职是同款的，也不过，我管的哦，是内务府的公公。啊，老公公，你管的哦，是后宫所有的公公呢。我再讲，你即马是国主甲皇后边啊上红的人，你凊彩讲一句哦，比我讲一百句，佫较有路用。所以这杯哦，我是一定爱敬你啦。哦，哎呀，来，用餐，用餐。好啊啦，啊哦，今仔日酒嘛啉真济啊，啊哦，我感觉嘛袂枵咧，啊无哦，明天我再过来啦。阮阁有代志，阮先来走啦。哎，安尼哦。嘿啦。哎，你等等等等等。嘿嘿嘿，老公公啊，哎，这淡薄意思，请老公公收起。啊，好啦，啊那安尼。我就无客气，甲你收起来。我连工再过来，互你请。这幅图我敢袂用看一下啊？哦，当然无问题啊。是。我敢那亲像伫咧倒位看过这幅图呢？啊，总管啦，啊你这幅图是叫啥来画啊？这幅图是就老师傅所画啦。哦，老师傅。哎，啊你这幅图吼，敢袂去送我哈？啊？这？唔敢哦。哦，啊若唔敢哦，就免啦啦吼。大厂啊，咱来走啦。哎，等等等等等。嘿嘿，老公公啊。既然你介意哦，这幅图送你，当然无问题啊。稍等下哦，我就叫人送去你遐哦。哪里哦？多谢总管哦。哪里？我先来走啊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阿秋啊，咱来走。是。顺行，老公公顺行咧。总管，这幅图不是恁老公，花颜如何送你的？你为什么要送伊呢？我刚有发图哟。这老公公就讲伊介意啊，我敢唔上伊啊？这老修明，你都爱记。好妹，你今日来找本宫有啥物代？啊，对啦，凤姐，我听讲淑妃马上就要生啊呢。凤姐，刚讲你唔知影将来规矩，将来凡事拢是。中主为先，包括继承皇位嘛，同款啊。你讲的意思是安？皇妹的意思是，早晚淑妃拢要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。啊，不过那真正是要安尼做。本宫是下不了手，命运是天注定的。我看要是煞煞去啊，啊，唔过凤妹你讲的话，本宫拢会家记伫心肝内。哦，凤姐，凤妹又无迄个心啦，凤妹只是凊彩讲讲的啦。凤姐，你就当作无听见就是啊。啊，其实我拄则嘛无讲啥。敢是，敢是安尼？凤妹啊，本宫的记忆无好啦。啊，不过你讲的每一句话，该记的，我嘛拢会记在心肝内哦。哼，嫁了阁真是，你的个性这么多年来，敢讲我不了解？你若想要嫁，那呢，本宫就陪你嫁落去。那呢，我就无教了凤姐，
空的故事。哼，六月挂彩皆有心，你在想啥？当作我不知。三。艳红，妞妞，你敢知啊？淑妃当时要生啊？太医讲，敢那是这两天呢。哦，这么紧哦，将来一定是气势如虹。那呢，我皇后这地位就不保了。妞妞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当然是袂当让伊生啊。对啦，替淑妃接生迄个三宝是啥物人？你敢知影？知，就是替德妃登载的迄个三宝。听讲伊登载登了真好。哦，那安尼，我要甲伊见一面。奴婢知影，奴婢随去办。袂用伊，我袂当让淑妃把皇子生下来。淑妃娘娘，你要出关啦！来，速退速退，你要出关，宝贝出来！出来，娘娘，来来来，速退！淑妃娘娘，你莫出来，袂使出来，来速退速退，来速退速退，宝贝速退！要这么久了。公主，红袖到。团。参见国主。谢国主。红袖啊，你哪会来这呢？新车就听讲淑妃妹妹要生啊，所以就赶紧过来看卖嘞。是啊，即马伫内底这么久，到即马还袂生出来，真正是要甲本王急死。不能要去买看卖啊！哎，袂用伊啦，国主，这查甫人在生囝，查甫人是袂当入去看的。阿婆，你是要叫本王安怎？我公公阿在遮等。阿婆，好心切入去看卖嘞。好了，你去看卖啊。淑妃情形安怎？国主，你别烦恼，今麦三宝拄仔咧甲登载，应该是无什么大问题。真正是要甲本王急死啊！启禀国主，啊，什么代志？妞妞难产，三宝问你，要保大人还是要保囡仔？保淑妃。红娘娘，你做了真好，看起来你嘛是一个巧巧人。多谢红娘娘娘的安乐。姐，你是袂当阁老啊。我会予你一笔钱，你马上就甲我离开这，会当行偌远就行偌远。你有听到无？有啦，我有听到啦。这笔钱有够予你用一世人啊！你千万都要会记，袂当阁留你惊死啊！假使若予我发现，后果是安怎？你应该是知影。我知影啦，红香妞妞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有偌远都走偌远啦。好，退下。是。妞妞，相信
安尼就办无意识了。我问你咧，你是谁？像那暗时伫江内，夜夜雄雄公公啊，啊？放下！我这边，你。大姐啊，你了命啦！你了命啦！他们叫你帮我叫巡逻啦。阿哥，我是甲小妹妮妮接生的三宝啦。啊，我今嘛吼，都要等你啊！阿哥，不是歹人啊，啊，叫大姐了命啦。三宝。是啦，我就是三宝啦。那呢？那三宝是啥个啊？伊伫江内接生，哪有可能？会受到遐尼多伤心的啊？这不是将来死的，是我家己的，我家己的啦。干嘛呢？是啊，我无讲白讲，真正是我家己的啦。这敢不是洪彪？平常时你挂珍珠挂链，是安怎？那在这三宝的手内？我问你最后一遍哦，敢真正是你的？是啊，我家己的。外国老师会哟，真好。我看你是外阿哩神啊，那呢我就送你去大楼，好好享受一下啊。大弟，你哪里啊？你哪里啊？你是好朋友秀我的啦。红牛牛牛秀你？是啊，是红牛牛秀我的啦。红牛牛牛，那有可能无缘无故，送你遐尼侪珠宝嘞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总管的个性有限的哦。你讲，阿老婆啊，啊你好看哦。大弟呢？伊方向娘娘讲哦，伊无想要哦，上个娘娘是伊把迄个房子生落来，啊伊就叫我，叫我。大弟，这项代志哦，甲我无关系啦，我拢照方向的娘娘的意思去做。大弟，你让我一条死路啦。我你做么子？你走去对啊！啊，好听啊，娘娘，叫我你去惊声。啊，有人我就走落去。哼，想我真周到，也不过真可惜，栽在我的手头。红叶啊，红叶，你的鸟翅尾，今嘛还长着。那你以后在将来，我得加一个感动。我跟你讲，红叶娘娘要帮你走，也不过我是无答应哦。大弟，你娘命，你帮我一条死哦！阿妈，遐个珠宝我拢无，拢放弃你，拢放弃你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害你。而且这块珠宝我嘛袂得走，我爱你哦，好好活。好啦，我让阿登去。是，去。你娘命。去。爱妃，即摆囡仔无去啊，本王心内嘛足艰苦的。阿哥，你的身体要紧，你袂当拢无食物件。本王请你食一款物件啦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会难产？他伊毋是讲？拢就正常的嘛，为什么会难产呢？爱妃啊，不能看到你安尼，心内嘛足艰苦。囡仔若在天之灵，看到伊安尼安尼，伊嘛一定足伤心的。你得爱赶紧靠起来，乖啦，食一罐物件好不好？娘娘，总管求见。总管，找本宫是有什么代志？传，
是。总管，请。奴才参见红袖娘娘。不免多礼，平身。谢娘娘。恁两个退下。是。今嘛，你会当讲啊？娘娘，你敢会记得这个珠宝？这个珠宝，我哪有可能会认你嘞？陈总管，你是真正真爱公孙笑的。干嘛呢？也不过这个珠宝，奴才记得清清楚楚，这是进前国主送给娘娘的呢。也不过这个珠宝确实是昨暝奴才为费三伯的手内底所得到的。娘娘，你敢真正袂认的？敢是安尼？娘娘，无你讲的。那呢，总管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妞妞是翘翘人，奴才都不爱转弯世界啊。有话我就直接讲啊。我知影奴才甲妞妞拢有家己的目的，若是要伫个将来生存，都爱有家己的势力。不如总管，你的意思是爱我甲你联手？无唔对。娘娘，你的敌人是后宫迄个嫔妃啊！假使奴才若是会当替你将迄个阻碍拢除掉，让娘娘安心啊做你的后宫，唔知影娘娘你意下如何啊？是，啊，唔讲本宫哪会当相信你？是毋是真正忠心会当替本宫效劳的？娘娘。你看麦啊，这是你的爹亲，小奴才的碑石，内底有写着，其实你的爹亲已甲联合国达成协议啊，听候时机来到，联合国就会派入来民国，到迄个时阵，联合国就会让你的爹亲做国主，即款代志拢写伫碑石内底。我相信你应该看得真清楚。原来我的爹亲早都有计划啊！啊，唔讲，伊哪会从来唔捌提起过咧？那是因为娘娘你深爱国主，而且永江内底并无其他的来源，所以你的爹亲在一直教我私底下有批信的来往，就是要等候时机来到，才要甲娘娘禀报。爹亲饲我这么多年，用尽心思送我入宫，为着就是要做国主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对啦，有一项代志，奴才要甲娘娘禀报。其实，这么皇宫内底迄个殿下。并不是真正的三皇子，真正的三皇子已经给我送去边关，跟你的爹亲做伙。你早上伫个房间啊？我来找你几下，今日拢找无你。啊，迄段哦，我老公公，阿兰。你来啊！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是。老公公，红的娘娘有烦我办代志，我先退下。哦，紧去，紧去。阿兰啊，啊你来这是要送啥？我是洪总管的命令，来送这幅图画啦。哦，送这图画哦。啊，交我就用起来啦。是。奴才等你交车了。嗯，紧去。
腹肚，我乃愈看愈面生呢。我明明都捌跌倒去看过啊。小明啊，你想怎啊？昨困无好势啊？我嘛唔知影呢，也毋过我昨暝梦到一个梦，足奇怪的呢。阿你，哎，阿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你来跟我星座一模一样？我看到一个跟我星座面一模一样的人，伊在梦中一直在跟我讲，讲伊想要倒转来，但是我拢无法度拄到伊，我嘛唔知要安怎，我嘛唔知影这到底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你梦到迄个人是小明。小明，我唔知影，也唔过我足惊的呢。我即摆我嘛唔知要安怎。免惊免惊，阿慧婷哦，你即摆宝宝都转去啊。我看哦，先来到大啦。啊，等啥物代志过了哦，咱再搁想办法回转去哈。非常的多谢。免客气，行啦。小队，你想要去倒啊？哦，我们去了礁溪温泉公园呐，阿哥要去食了鸭片饭、买牛舌饼，阿哥有干你屁事的？啊，这么热，咱敢有真熟？你凭什么要找我的路啊？哦，你的话真多呢。阮黄总哦，爱恁三个对我行啦。黄总，我刚才听过龙总，有珊珊小姐骗婚那个黄总啊，恁三个对我行啦。完了啊！你不是把我代志处理好势？你还这么人追来啊啦？大小姐，你得婚呢，定做嘛事我都处理了，我改当只是小相片一下啦。啊，我给你遐个钱，我不是叫你跟王总的。我提升的网线上游戏用输掉了嘛？这嘛要安怎啊？要安怎？装啊！
记起来。这道具。叫走起啊！大人，你安怎？等来跟黄总报告。行。小明，你在想啥？对啦，我感觉足奇怪呢。为什么今仔迄幅图会把迄个物件接入去啊？你无讲哦，我还蛮袂记，你不懂哦，真正足奇怪呢。阿是你不懂，有啥物特别的哦？啊，他会穿越？穿越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你不懂，会用会把我带到我的民国，是不是呢？迄只是我家己想出来。拜托两个大人，带我到等于我的国家好无？奴才，给你磕头啊！拜托，你慢点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对啦，慢点啊！安尼歹看，紧起来。我无爱，两位大人，你若是无带我到等去，奴才死嘛唔起来。好啦好啦，恁做嘛带伊等去啦，起来啦。多谢两位大人，多谢两位大人。哎，唔对，大娘，你讲你要带伊回去，啊，你是要怎带伊回去？哎，简单，咱去等伊死来这种饭店，去问看卖迄块土是倒位来，只要找到源头，主人就算数。哎，想袂到你这个大娘，唔那古锥，佫真巧嘛。别讲。叫你去抓人。一个影都抓无，大，你听我讲啦，阮哦作阵真咧抓人，也毋过哦，阮拄到一个足奇怪的代志啦。什么奇怪的代志？伊手底哦有一把刀话，吃物件啦。吃物件？吃物件？我咧吃物件。大，你当作你爸三岁囡仔，这种代志你也讲会出來？大，我讲的是真实的啦。我感觉哦，因三个人内底其中有一个有法力啦。哎，我用枪去甲开呢，迄枪支啊，伊用一把刀来甲我斩。吼，我想安尼袂使啊，我用枪去甲卡，结果我的手煞烫在迄个胃内底呢。我惊一下，甲手伸出来，迄枪煞掉在迄个胃顶头啦。我惊死，惊死，吓死宝宝啦！你讲，一把刀，会食枪，佮食枪支？是啊，你即马是你报道一出？我无用，我无用，恁两个拢有看到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当救助。阿好啊，伊讲拢是真的。对啊对啊，我嘛有看到。既然有这么神奇的代志，安尼我对伊巴肚开始有兴趣。行，来打开喜来登。哦好。早上在我们这边闹事的三个人吗？是啊，对不起哦，其实那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啦。我呢是想问你哦，你们那个图，这把刀是什么来的？哎，小姐，卖亚里不勒吧？哎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想请问一下，这幅画是在哪里买的？跟谁买的？这个我不太清楚哎，我帮你问一下哦。我们董事长在那边。哎呦，大人啊，你来啊多好啦！我本来问哦，你这把刀是对倒位来的？哦，你是咧问这把刀啊？哦，你真有眼光呢！这把刀是一个真老的天文教授吼，啊，寄来的只。啊，那安尼，你这把人伫倒位？敢袂阮找伊去找伊？这个教授吼，目前无伫饭店遮内底吼，啊，但是你若要找伊，我会先替恁联络。你稍等我一下吼。你别紧张啦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斗三工，让你回去。
多谢你。我拄只已经甲李教授联络啊吼。啊，伊讲恁会使直接甲伊联络啊，我只吼已经有摕到伊的地址甲电话吼，这点好珊珊吼。多谢董事长。Okay. 董事长，想要借问者，阮今日敢会咱甲这把刀买转去？这把刀因为是伊寄卖啦吼，所以我袂当替伊决定介绍。啊，无你着摕这个电话甲地址吼，直接啊甲李教授联络，安尼好无？好好好好。多谢多谢，大家多谢哈。是是是，我还有代志，先失陪哈。好，多谢多谢多谢。那呢，咱快去我无去啊呢！你讲去北岛，本来挂遐，即摆无去啊。是啊，明明挂遐，即摆无去啊。我来问看卖啊。小姐，你食了袂歹，等下有闲无？我请你食饭啉咖啡。不走诶，我去北位啊。小姐，我们挂去北岛，想怎奈无去？刚才有三位人来找董事长，结果他送人了。什么？送人啊？还是送什么人？这个我不太清楚哦。总，你讲那三个人哦，应该是三三人啦。你当处长的有得了不？他不在。总，啊，这晚要安怎？等啊，要安怎？地址到底是对唔对？电灵市几百万无人认，盖什么东西呀？啊，董事长发咱的地址确实是遮无唔对啊。我看哦，这爱问人啦。遐有一个人呢，咱去问看嘛。五条，五条跟无十岁情况，一个立方公分，六个负电子，一个立方公尺，一个氢原子，没有绝对真空，一点 mg 平方安三空掉。我讲的 ，Zn 等于加一等于无限。等下，等，你讲的我听无，我刚才一加一等于二啦。啊，我要甲伊问者吼，这个地，这人是唔住在遮啦？啊，这阮兜，恁兜。啊，你姓啥？我姓李。李教授，这么早，跟你话。来，阮家讲。哎，恁家知影通来遮找我？哦，教授啊，阮是问市内当的董事长啦，啊，伊就甲我讲你伫遮，所以阮就专工走去找你啊。对啦，迄天哦，有人提一工单呢，迄政治甲钱哦，全部拢去吸入要一百大内底啊。我咧感觉真奇怪啊，所以吼，才想要来找你啦。你找我，安尼就对啊。你看这包，足曲折离奇啊！是我动车时穿越时空去到宁夏国，迄个火焰女恶煞。各位新长、各位铁位好朋友，阮这出时装古装的，你看起来敢有真趣味？有人讲阮无厘头，你真正唔捌认。嘿，我今麦阿祖直接介绍予你听吼，咱古早吼，这个五代十国是对迄个东朝特别灭，啊汉朝特别兴。伫迄个时阵的空间五十年，这五十年吼，分甲有够侪国家啦。我做一个比如啦，就是讲咱台北市就一个国啦，啊台北县搁一个国啦，啊今麦去到这个桃园搁一个国，所以足侪国足侪国，有诶无记载的搁足侪足侪啊。比如讲，咱咧讲四川呐，你毋捌听到四川嘛有一个叫做蜀国咧，所以好多个国家啊，这个民国哦，
就是伫福建一带，伊伫遐吼建国37年，方便得换过几下，因为国家小嘛，啊拍输人就倒台啊嘛，啊有当时啊拢是皇帝的这个大官，伊上亲近的朝臣咧款的，大概吼每一个国家拢有伊真精彩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恁也感觉袂歹，啊就这慢慢啊吼。吸这个故事来做给您看吼，啊，各位师长，今日听，你有感觉阮这出的衫嘛水，景嘛水。那讲到景，我首先来感谢咱这个啊，云林县的这个慈华妈祖庙，哇，这是台湾第一水的，这个两个花园啦吼。伊平常时也无咧开哦，伊干啦，初一甲初四，就是咱农历的过年，初一甲初四四天尔。可是阿祖哦，这个高棉被硬去甲撸甲少啦。所以我足感谢这个廖义辉哈，我们这个廖先生跟主委，啊，伊真正给我真大的面子，伊借阮去啊拍几礼拜，足感谢。搁特别感谢的吼，这嘛是讲吼我足好的朋友啦吼，伊提供阮一个真水的别庄啦，这是咱的柯金兰啊，伊讲伊也做酱油啦。我这个朋友哦，伊借阮一间，阮所有的车拢晒咧，看袂着车，看他这个地方有多大，真的很漂亮。也感谢哦，咱这个宜兰这个庄阿油啊，啊，这是真正啊做国宝级的嘛，嘛是古迹啦吼。而且这个庄阿油真正足特色的，啊，这个李长辈啊，你应该是华哥的朋友，是华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感谢你哦，安尼鼎力甲阮协助，非常的感谢。特别感谢哦，是阮喜来登迄个水水啊，董事长的秘书，喜来登的这个啊，董事长，你真正慷慨啦吼！你不但是请阮食，阁红带足水的这个风水的饭店房间，互红感觉足幸福的。是种兼我特别好朋友，阿祖要感谢一再疼惜我的人，别只阁一摆甲恁讲谢谢。唔通袂记了，下一集阁较好看，阮这个台湾传奇，阿祖等你哦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